你叫海曼，没抓住。哎呦，看这个大血蛤，这个肉也太过瘾了。哦，闭上了，闭上了。打开让大家看一看，看这里面的这个肉，是不是很过瘾啊？哎呀，太肥了，这肥的肉都闭不上了。哎呀，个头怎么样？说赶上我的脸大有点太夸张了啊，毕竟我这个瓜子脸吧也不是很小，跟我的拳头差不多大吧。上货啊，刚上来就收货了，很不错，期待今天能有个好的运气。走吧，咱们下去看看这个猫眼螺哦，看已经钻进去一半了。天哪，嘿嘿，这是耳朵吗？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。哇，这一只肉还是挺厚的，你看刺水了，刺水了，噔噔，一把捏出来，解压神器，猫眼螺上货，收了给他啊，带着。前面有个排水口啊，咱们去那边看一看，走。看这边啊，不仔细看，肯定以为这里是一个鹅卵石或者是个石块，这下面是有内容的。你看，还是我眼尖啊，这个赶海经验丰富，下面可是一只八爪鱼呢，一只大长腿，我要把它拽出来。噔噔，看，哇，这个头怎么样？这个爪真长呀，又胖，这脑袋也很肥，回家直接大爆头就可以了啊！上货，给它收了，来吧，上我的桶里面，稍微打一点点水啊，给它们养着。来吧，这是排水口，过来看一看，这边正在放水呢。哇，这是一条沙光鱼啊，身上怎么哎，我放到这个桶里面看看，怎么有点畸形啊，这上面有一对，这有一对，哎嘿，这边又一条。哦，看这两条个头不是很大，别游别游，跑了跑了，上这上这，抓住了，那边那边这边还有一条。哎呦嘿，抓住了抓住了，哇，游得好快，个头不少。底下还有没有啊？这个鱼很快，比较灵敏。有一只，这里下面有一只。你划一下，有个尾巴。我好像也看到了，在哪呢？在哪？你刚才划了的地方。我手伸进去试试啊。感觉也好像划了一个什么东西刚刚，但没仔细抓呀，上哪去了？刚刚从那边游出来了，在这，他们藏在这个虎台底下，看是不是？哇，这叫龙尾鱼啊，很好吃的，回家炖个豆腐。那边还有一条是吧？试着这刚刚这底下有一条呢，哇，又一条，看个头都是很不错的啊，这样的回家直接红烧做个小鱼过铁都不错。你看上货了，这排水口啊真的是太棒了啊，这老板要是知道了肯定又得哭晕了。再找一找，继续啊，看近了，看有没有，没有吧，你们看这边有一个好东西，看这是啥呀，这是海螺一对，看成双成对的海螺，噔噔，怎么样，好肥美吧，可能也是在产卵的啊，说了嘿，这下面没有，这边还有个这个大排水口啊，大管道，这些地方这个很容易留下一些海鲜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看看这是个什么，哇塞，一条大，哦，跟条大蛇似的，一条海鳗，看没抓住，哇，这条好粗啊，白白的肚皮，哇塞，看这个大海鳗个头是真不小啊，好灵活，收了啊，看这里面有没有货，哦，里面有条小鱼，游得好快呀，
这里面的，不过个头不大。这里因为没有货了，没有。今天啊，抓的鱼翅真不少，看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长的，有短的，还有八爪鱼，收获很不错了啊，回家可以炖鱼吃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